关关，快快快，你快帮我看一眼。关关，快快快，你快帮我看一眼。看一眼 means to take a look. 你快帮我看一眼。你觉得这两件衣服哪个好看？Also the same with 漂亮。 你觉得这两件衣服哪个好看？这件好看还是这件？这件好看还是这件？这件好看还是这件？你不是去上注会课吗？注会课。 你不是去上注会课吗？明天跟我一块上课的有我们公司财务部的白主管白帅哥。 公司 is company, 财务部, 财务 is financial or finance, 部 is department, 主管 is director, and 帅哥 is handsome boy. 明天跟我一块上课的有我们公司财务部的白主管白帅哥也跟我一起上那天课。 means the class in that day. 所以我想穿的漂漂亮亮的去吸引他。 吸引 means to attract. 所以我想穿的漂漂亮亮的去吸引他。 我感觉这套好看点儿。感觉这套比较成熟，比较职业一点。感觉这套比较成熟，比较职业一点。比较 here means comparatively. 感觉这套比较成熟，比较职业一点。这套就有点太可爱了。有点太 means a little bit too something. 这套就有点太可爱了。比较幼稚。是吗？比较幼稚。 是吗？比较幼稚，是吗？哎，我跟你说了，他们又上线了。我不跟你说了，他们又上线了。我不跟你说了，他们又上线了。不跟。
你说了 means not talking with you. 跟 can mean with in this sentence. 哎，我不跟你说了，他们又上线了。哎，我不跟你说了，他们又上线了。工作需要成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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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恋爱吸引男生也要成熟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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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关关。我觉得我还得让樊姐帮我看一下。关关，我觉得我还得让樊姐帮我看一下。关关，我觉得我还得让樊姐帮我看一下。帮我看一下 ，take a look for me。哎，关关，我觉得我还得让樊姐帮我看一下。哎，关关。我觉得我还得让樊姐帮我看一下，这样我把两件衣服挂在他门口。这样，我把两件衣服挂在他门口。这样，我把两件衣服挂在他门口。这样 means okay or like this or this way。这样，我把两件衣服挂在他门口。这样，我把两件衣服挂在他门口。等他回来，你跟他说一声。等他回来。你跟他说一声，等他回来，你跟他说一声。好，等他回来，你跟他说一声。好，等他回来，你跟他说一声。我先去睡觉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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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宵夜，我请你啊。樊姐，你想不想吃宵夜？我请你啊。樊姐，你想不想吃宵夜？我请你啊。宵夜 means a very late meal。樊姐，你想不想吃宵夜？我请你啊。樊姐，你想不想吃宵夜？我请你啊。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干什么呀？这是干什么呢？这是干什么呢？哦，莹莹她喜欢那个白主管。莹莹她喜欢那个白主管。莹莹她喜欢那个白主管。哦，莹莹她喜欢那个白主管。哦，莹莹她喜欢那个白主管，说是他俩明天一起上注快课。说是他俩明天一起上注快课。说是他俩明天一起上注快课。Here, the 注快课 the 快 the pinyin was wrong, sorry for that. But this character has two pronunciations. One is 会 means be able to, another one is 快 for 会计 account. 说是他俩明天一起上注快课，说是他俩明天一起上注快课，然后呢，莹莹就不知道穿哪套衣服能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呢，莹莹就不知道穿哪套。衣服能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呢，莹莹就不知道穿哪套衣服能吸引他的注意。注意 means attention. It can be a noun, can be a verb. 然后呢，莹莹就不知道穿哪套衣服能吸引他的注意。然后呢，莹莹就不知道穿哪套衣服能吸引他的注意，所以请樊姐帮忙做个注意。所以请樊姐帮忙做个主意。所以请樊姐帮忙做个主意。
做个主意 means to have an idea or to give some advice. 所以请樊姐帮忙做个主意。所以请樊姐帮忙做个主意。给她挑衣服啊。给她挑衣服啊。给她挑衣服啊。给她 here means for her. 挑 means to pick, to choose.给他挑衣服啊！给他挑衣服。给他挑衣服。肯定是小秋试衣服的时候把手机忘在里面。肯定是小秋试衣服的时候把手机忘在里面了。肯定是小秋试衣服的时候把手机忘在里面了。试 means to try, to try anything, not just clothing.肯定是小秋试衣服的时候把手机忘在里面。肯定是小秋试衣服的时候把手机忘在里面。哎，樊姐，这是小秋的手机。樊姐，这是小秋的手机。樊姐，这是小秋的手机。哎，樊姐，这是小秋的手机。哎，樊姐，这是小秋的手机。白主管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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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秋，明天我顺路接你，请短信我地址。小秋，明天我顺路接你，请短信我地址。小秋，明天我顺路接你，请短信我地址。Here, 短信 is used as a verb, means to send me a text. But 短信 is actually a noun, means short message. 小秋，明天我顺路接你，请短信我地址。小秋，明天我顺路接你。请短信我地址。哎呀，哎，顺路，哎，不对呀，顺路不对呀，顺路不对呀，顺路，哎，不对呀，顺路，哎，不对呀，你说连地址都不知道，怎么能说顺路呢？你说连地址都不知道，怎么能说顺路呢？你说连地址都不知道，怎么能说顺路呢？地址 means the address. 怎么能 means how come. 你说连地址都不知道，怎么能说顺路呢？你说连地址都不知道，怎么能说顺路呢？真逗。现在这男人掉膀子都已经不用脑子了。真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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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这男人掉膀子都已经不用脑子了。原来这两个人是郎情妾意呀。原来这两个人是郎情妾意呀、啊、原来这两个人是郎情妾意呀、啊、郎情妾意 means they both like each other. 原来这两个人是郎情妾意呀、啊、原来这两个人是郎情妾意呀、啊